原来这些明星都是戏曲专业出身，如果当时沈眉庄开枪的话，就没有安陵容什么事了。原来她才是妙音娘子。倪少群现场清唱《星月落》，不愧是戏曲出身。这声音穿透力真是绝了，蒋勤勤时隔20年再唱戏曲惊艳陈建斌。曾丽一开嗓惊艳众人，中国人到了一定年纪，国粹血脉自动觉醒。大清医科班出身，时隔多年，京剧底子依旧存在。现场清唱苏三起解，戏剧底蕴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。现场唱两句清唱吗？苏三离了红铜线，将身来在大街前，未曾开眼，我心内藏过往的君子，听我言，就说苏三把命断来身边劝马，我当报还。